俗语讲，男怕将军计，女怕阎罗关。民间信仰当中，因为囡仔出世到十六岁以前，有人咧讲的三十八关煞，其中父辈母上惊吓的，就是将军计煞。他祖命格带有将军计，亲戚囡仔病痛不断，严重的甚至连命都保未了。佮听讲这种命格，乃下伤不吉，有可能会下伤亲人。请收看今日的《细说台湾》，将军计起言。一枝丝甲人袂忘，乡亲大家好，正辉回来喽，正辉回来。乖乖，你快点，快点子。快！快帮我打！快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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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你对总出来是阿仔，就我贵州的民间传说怪异呀！哎呦呀！不要跟我讲干嘛？我话那是应该不错的哦。什么你无代志？你是讲你地空天晓得无代志是？哎，大哥，哦，白乱来，无大无细。哎呦，老爷，是你啊？啊不，我呢，为着要表达我上辛苦的道歉，我帮你看面相好不好？哎，莫怀疑哦，我看面相是一流的哦。我若讲第二，无人讲第一。你若到遐尔敖，你就免出来做乞食啦。是，这是当时我的结算。我若讲到后日办哦，天就拢乌一片啊。看老爷的面相，有两个后生，对不？哎呦！讲到对嘞，看起来阁有两步起来嘞。好啦，我现到位下来嘞，听你讲看卖。你的大汉后生身体真歹，常咧破病，真正有影考虑。因为我这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细汉后生，伊的命真正够歹。伊哦，一世人歹命不带衰。爹咪，要袂讲死你啊？好。我是讲我准准准哦，我无胡白讲哦，因为伊的命格就是衰甲土土土，还甲你你你的将军子。哎呦，你国安哦，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啊，一透早就无看迄人。啊！万一伊的枕头又搁压起来，又搁死死昏昏去，搁无人发现，这是要安怎？有人啦！啊好，安怎？有找到人无？无找到人啦，也毋过有人看到大少爷甲二少爷哦，两个斗阵对溪仔边遐去啦。啥？去溪仔边？你是受伤人的技术，来这乌白讲，你敢讲我清楚哦？今日人就无，我话袂阿拉讲话。在下李国卡，这是一个要看面相的草鸡仔，我无受任何人指使，听好哦。这是上阴三岁死，二是暑假六岁亡，三是九岁嫁男娃，四是十二岁失来亡。哎，这就是将军子命格结束，也是恁这后生的运命，我敢讲，唔对嘞。你若知影本兄的代志，你是对对听来。对对对，对对听来啊！太谢你啊！太谢你啊！你闲有闲，我着奉劝你一件代志，你来送去外地，是愈远愈好啊！若是我都予恁爸仔囝的情分断了了，切甲离离离，安尼是上解好。你是咧后面讲啥？你有啥物企图？我咧是为着恁爸仔囝好诶。个个爱去，十二月前就千万袂当去你关公庙，那无来启动着你命中的将军子，都会害着伊身躯边的亲朋好友，就算甲恁全家害甲凄惨落魄、家破人亡，你拢是拄我好点尔。什么将军子？天哪，敢无这种代志？我知影，你早都计划好好，我砍掉我张狗子，想要来我这，我是对不对？
就是我派人，我今日就这边好给你夹死！哎哎哎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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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慢走，好，这边雷军，慢走，安好，慢走，慢走！哇耶！我在国内，我在国内。哎呀，别走，干嘛这个了？我就会让你了，哎呀！转头，慢走，走跟前慢走，慢走。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慢走，走跟前，慢走，别怕，慢走，不然话就难啊！别走，我没兄弟，别怕，你看。有人挂在水底啊！救人啊！什么挂了呢？哎，不灵啊！哎，你别去啊！阿爸来呀！阿爸来呀！小杨，你到位！我小杨，你小杨。哎哎，太太，这么起来，你给我看两个囡仔，差不多像你挂。两个哦，拢挂嘞，你徛嘞。不是啊，挂人，挂，挂。公安，你要带我，我来找母女啦，母女啦，母女，公安，母女啦，母女啦，母女你到位，公安，多少呀？阿母，我就惊，慢点，阿母在家，公安，多少呀？多少呀？有机会。你要从啥给起来啊？啊好啊！你可以自个来找人出来，我看开关电视用我电人哦，所以你个小阿妹你个找出来。好，我进来去。进来啦！进来！张建辉，既然你无在分厝见后生，安尼就发来。我绝对没有不听，无任何死角查。哎，一个囡仔呢，还是当老王，我哪拢找袂着的。稍等嘞，就是你看嘛嘞，这种药草，伊会当驱风解毒，啊，佫会当治疗刀伤佮油伤。你讲看嘛，这叫做什么名？益智香。倒手芳啦，这遮尔简单的药名你都记袂牢，你规工哦，敢这样算尔啦。啊，阿爸，听讲嘛有气球驱风嘞，我去看卖下。哎。是文英，未吧？我算过伊的佣金也未尽嘞，敢会真正死啊？阿爸，伊没有死吧？放心啦，伊还未死嘞，阿爸会救伊。真正死啊！放心啦，伊暂时无性命危险，伊是去食着水，佮有去惊着，昏去啊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借问一下，啊，你敢捌这个囡仔？我怎啊无熟悉啦？还是讲看你这办事，你是大夫啊？我叫做柯再生。柯再生，我亲像捌伫倒位听。那当然了，我爸是有名的生意呢。阿爸，咱先解救，然后再帮忙找因家的人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敢明天帮我你甲斗三工，做伙甲这个囡仔送来去庄内医馆。当然好啊，当然好啊。文化大夫啊，阿公阿姊啊，状况安怎？你免烦恼。
这个囡仔哦，本来身体就较虚啦，啊，伊刚刚就风寒，佮上了气泡，我开几针药啊，互调节身体，好啊，休困就会好啊。无代志，阮现都有代志啊。这个不孝仔，身体歹，佮安尼爬爬走，才去拖累到阮现啦。阮现佮即摆都生死不明。阮现若是有万一哦，我是要对起对死去的老母，管我就好。讲到底哦。一切都是母亲的错，因为命太将军钱，注定的客爸客母，客阿兄要就囡仔命。啊！你跑！你为着一个夭寿的囡仔，你跑啊！就因为我讲出事实，根本就无将军钱这代事。我警告你哦，以后不准你再讲将军钱的代事。那岂有不能天的是你安怎？婉儿啊，你要紧无啦？我通，你拢有看到吼？张正辉，伊就是大细心，伊卡车是疼着我姊，即摆是疼迄个夭寿囡仔，伊根本就无甲我，还阁有个人藏伫伊的心肝内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你是爱我跪放下？我来带你远走高飞，离开这啊！我是不带你走，因为我唔甘愿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张正辉后悔，后悔伊安尼对待我。国静啊，啊，这个囡仔当时是怎样？伊啊，受风寒太重，风邪已经入体，失去元气。我甲放一挂花条，有反应啊！可是啊，你真正是名不虚传啊！伊啊，已经无啥要紧啊，即摆上较重要，就是要来找到因兜的啦。哦，这交我啦，我知伊啥人兜面啊。我要哪会当确定啊？你是不知影，阮家的囡仔无去，才挑工哦，是要来骗钱。我讲我这么清楚，夫人啊，你现在就是不相信我，啊，无你应该派人到我来去看卖啊，就知影是不是恁张家的少爷。卡叔哦，你会当确定是阮家的少爷，啊是安怎？你有爱直接把人带来，到来阮派人去吃。阿好啊。上客是，哎，这无欢迎你啦，你走，走了，走，走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敢讲这囡仔恁无爱心？你讲的迄个囡仔是为倒位来，拢唔知影。阮丢家无遗憾。小蛋，小蛋，是啥物囡仔？先生，请借问你，你讲囡仔今摆是倒位的？我会使坐伫遮啦。我不爱你饲啊！我饲你啦，伊还拄体小，身体还阁真弱。我这无这尔虚啊，我会使坐伫遮，嘴开开啊。啊唔，讲囡仔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若这尔有话，我看你也是先习惯听的话，以后就好，卡变以后足艰苦。我这不爱。你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第一不可下老。哎呀呀呀！有有有有有！我真无遗憾嘞。哇！你哟，哇！唔捌看过一个查囡仔这么强，你若继续安落去吼，这伊哦，以后不用讲出来。对呀。在他讲唔对，可能哦，就假混一个戆囡仔假娶你。哎呦！我甘愿娶一只好爸母，嘛不爱娶伊，何以管？啊！你小妹跟小妹玩，小妹玩，小妹玩去。文林，文林。
总算度过一劫啊！希望你后一劫，阁会当出现贵人相助。阿爸，你看这查甫囡仔有够爱哭的啦，变见笑。一定就是唐山中的高青义吼，我拜托你给我医治好唔好？立夏，你哪会当对阿爸遐尔无礼貌？我是张国安，是文义的阿兄，我只想要求青义帮我治病，让我甲文义同款健康尔。高青义，我嘛拜托你，请你救阮阿兄，互伊莫阁破病，阁复昏去，好无？是啦，高青义。这是我的大汉后生，叫做国安啊啦。啊，伊自细汉就身体真虚弱，多病。如果吼，你若法度将伊的病来医好吼，我丈母真正感激不尽啦。阿爸，国安看起来足可怜的，你就给伊斗三工啦。您放心啦，我也无讲无要给伊斗三工啊。阿兄，最好的，来以后拢会使大家拢送做伙啊。嗯。阿兄，国安，阿兄，国安啊。阿兄。过来！奇怪，这个囡仔面相，哪会这么正常？可是你，阮阿兄敢有救？放心，有我阿爸，绝对无问题。国安，国安，国安，国安啊！你的镜头，哪又搁压起来啊？高青衣，我拜托你，你再想办法救我哥安。夫人，老爷，你这个大安后生无够过我出世的，所以身体较虚弱，气血不足，筋骨脉较差。夫人，做你放心啦，我会先开一个药方来甲调身体。虽然无当治根，但是会当恢复元气，别安卡袂了就昏去。多谢，多谢高青衣，多谢高青衣。莫阁叫我青衣啊啦。啊，卡叔那是无气焰，啊无，咱就兄弟相称。啊，这是我的荣幸，再谢兄。高兴，这边请啦。别这客气啦，多谢夫人您的款待。哎呀啦，之前高兴伊来的时阵，我遐尼无情赶伊走，伊敢袂扣分，唔肯用心替我个人治病。对啦，我即马应该换一个称呼，叫你再先兄，安尼较亲切啦。之前来报讲哦，找到文英，啊，我阁误会你，有影较失礼啦。啊，真感谢你哦，无甲我计较，阁愿意替我过来治病呢。夫人，做你免烦恼啦，小小误会，我袂藏在心肝内啦。国海的病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甲医。安尼真感谢你呢。不过有一挂代志。我想要提醒夫人，国安的体质先天不足，其实这拢是人造成的哦。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想我讲啥物，夫人应该真清楚。看你的表情，嘛应该心内有数。就是因为夫人，你吃到不应该吃的物件，才会去影响到我肚内。希望夫人，你以后唔好阁一错再错，有一挂代志是袂用强求的。伊哪会知影这个代志啊？唔是我，唔是我害，是文英害的，是文英将阮一个命格去害着国安。不是我，不是我害的。这是阮张家的丁家宝玉佩哦，用来做聘礼啦。我要带文英啊去关公庙拜拜，要证明讲无这个将军之身的代志。从今以后，尽乡尽亲，尽海所爱。哎呀，将军是启动啊！这文英一出世就该衰。最好是家药，送去毒去吃。你若伤感，愈烦愈好。
民间的信仰当中，八仙分别代表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，也就是代表着喜神。新北市三界八仙宫内，红山主神就是李铁拐。相传这位李神祖当初是漂洋过海来到三界。我们这边是临海。好啊，这边的居民几乎都是靠捕鱼为生。有一天就是晚上去捕鳗苗，网子拉上来的时候，捞到了一个木盒，那里面有一块木头，下面带有一些龙影。当下就有一位江姓先生，他的起机就验明说，他的来历就是李先祖，他漂洋过海过来的。听讲后来日本时代，因为被禁止烧香拜神，所以李铁拐金尊又搁一摆被带入海。只是想要告讲，过无外久的时间，又搁平阳顶来，嘛证明着李铁拐想要镇守三界的决心。温柔的双手，念着风中的情话，想要问你爱我有偌多。心难过，永远的真心。